在业余球迷跟我们这些教练员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练球练得很好，打比赛用不出来，是吧？练球专业队打比赛生产队，是为什么？它其实只是一整套体系没有形成。我们分为五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在节奏上，我们不会练节奏，节奏太死，就是我们的定点的球太多，同一种频率、同一种落点、同一种旋转的球太多，所以说当对方过来的球一产生节奏变化，他肯定就是找不到位，然后快了或者慢了就会出现问题。第二个